元标题：皇帝专业户谁最厉害？最多的是唐国强，而他的女皇至今无人超越。皇帝专业户谁最厉害？最多的是唐国强，而他的女皇至今无人超越。在很多的宫斗剧中，虽然是大女主的戏份，但是在剧中的另外的一个角色也是相当重要的，这个人就是众人争夺的焦点——皇帝。在现在的社会中，已经没有了后宫三千的职业，很多的男人应该是比较遗憾的。但作为一个演员，能在影视剧中过一把皇帝瘾，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。陈道明是国家的一级演员，他曾经出演过的《王朝三部剧》，到现在看来依旧是非常经典的。无论是《康熙王朝》中的康熙帝，还是《楚汉传奇》中的刘邦，还有后面的天启帝、秦始皇，每一个角色都是令人回味无穷。陈宝国同样也是国家的一级演员，先后也是出演过很多皇帝角色的，唐高宗李治、隋文帝杨坚、唐太宗李世民、朱元璋、秦始皇、咸丰帝、汉武帝、嘉靖帝，这些角色都被陈宝国饰演的出神入化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展开全文，张铁林也出演的皇帝角色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曾经因为98年的《还珠格格》而家喻户晓。在剧中的皇帝是一个童心不改、喜欢瞪眼睛吹胡子的皇阿玛，因为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爽朗的笑声而被观众定义为最难忘的皇帝。后来又联手张国立、王刚，在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有精彩的演出，三人就成为了有名的铁三角。最后要说的就是女皇武则天，能将武则天的神韵充分展现出来的就是刘晓庆了。刘晓庆将武则天从一个单纯少女到心机女，最后到霸气女王的过程演绎了淋漓尽致，并且她还先后三次出演过武则天：1995的武则天、武则天秘史、2007年的日月凌空。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女演员出演过武则天，但刘晓庆带我们带来的经典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越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